兄姊妹主内平安，阿门。我们继续把圣经打到希伯来书第九章，希伯来书第九章，第二十三节，第九章二十三节。仗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。那地上的物件是仗着天上的物件做成的，必须用牛羊的血来洁净。但那天上板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那么这里面说，但那天上的板物，板物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心灵是属天的，我们的肉体是属地的。那肉体上的洁净需要地上的物件去洁净，肉体那个洁净的礼仪是照着天上洁净的，但牛羊的血不过是影子，不能洁净我。牛羊的血不过是影子，不能洁净我们。那耶稣基督他是实体，他就能洁净我们。所以用更美的祭物，耶稣基督这身体是不是更美的祭物呢？是啊，他一次就成功了，牛羊是多次也不能成功。所以我们不能活在多次里头。我上次讲的一系列，我上一次啊在古城讲的是一系列，在那个东营讲的是一系列，等一系列完上传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希望去听一下，一系列就专讲一呀。一位神，一位救主，一位圣灵，创造了独一的世界，又造了独一的人。亚当一次犯罪，耶稣一次被献，在义里建造。我们有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个指望，一个身体，同盟，一个应许，都是一样。耶稣一次献上身体，就得使我得以成圣，都是一的，不是二的。在二里建造，就永远也不能合一呀，是不是啊？耶稣基督和父神合一的，圣灵和父神合一的，我们和父神也要合一，借着耶稣基督合一，不能在二里建造，再来一次都不行啊。救恩只有一次，创造只有一次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么救恩你给两次行不行呢？耶稣献赎的祭只有一次啊，你给来两次。主啊，你再给我洗一次行不行？不行不行啊，圣经就这么说的，我们尊重圣经，尊重圣经就是尊重主啊，不尊重圣经的就是不尊敬主啊。嗯，哪一件事物都可以忽略，吃饭我少吃一顿行不行？行。睡觉我少睡一次行不行？行。不行吗？行。穿衣我少穿一件行不行？行。行。是不是啊？生活中间都可以忽略，但生命不可以忽略。生活我可以马大哈，但生命不能马大哈。马大哈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啊，是开玩笑，跟主俩开玩笑，好不好？你信了是对你自己个人的生命有好处，你信对了呢能救自己，你信错了呢等于喝毒药了，是不是啊？讲到人也一样，讲对了那是救人，讲错了是杀人，就等于往人的饭碗里放点老鼠药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这是很关键的，讲到人和下面听到的人都应当郑重其事的，不应当马大哈，好不好？好。马大哈，谁马大哈谁就自己将来向主交账，能交得起那账吗？有多少假的，最后我们会查那些关乎假先知，关乎查那些假牧人，他们就站起来随从情义
增添了许多的师傅掩耳不听真道。你给他讲真道，你看主耶稣注重的是救恩，他注重的是罪，主耶稣注重的是恩赐，他注重的是过犯。你得看主注重什么。耶稣为你罪死了，付出这么大血的代价，今天你不注重主的恩典，你不注重主的恩赐，你却注重的不当注重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对你有好处吗？有的人连听都不听，开口就反对，连一讲都没听完，哪怕你听完一讲，重生你听完，得救你听完，是不是啊？律法恩典听完，是不是啊？你也不至于反对呀、啊。有的人干脆就不听，这点一点，那点一点，上电脑点一点，点一点，看电脑上有没有反对我的，一看有反对我的，呀，他不对，有反对的，这一定不对。有反对的不证明不对，是不是啊？保罗传道有没有反对的？有。没有反对能被打死拖到城外吗？啊，保罗传道要没有反对能坐监能带上木狗和脚镣吗？是不是啊？耶稣要传道没有反对，耶稣还至于定十字架吗？斯蒂凡传道的时候没有反对的，斯蒂凡能被打死吗？彼得传道没有反对能倒定十字架吗？相反，那些传假道的人倒不现在被当今教会来接纳了，以假乱真呢，就把这些东西接纳了，就以为是真的，传真道的人却受到许多人的攻击。真道能救你，真道能重生你，假道不能重生你。你信假道信一辈子都没有重生生命，要吃纯净的灵奶才能从神生，是不是啊？掺一些假的东西你能重生吗？好，你的孩子生下来你就给他弄一些掺和一些东西给他喂他，他不要死啊啊，是不是得活活被你要死啊？对不对呀、啊？咱们今天听到何等的重要呢？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不能把它忽略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神给我们的，该找你们不该死啊！因为上帝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拣选了你们。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我们在基督里蒙召，既然蒙召了，上帝叫我们脚步叫我们归正，都归回圣经。他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披利亚教会强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披利亚教会是详细考察圣经，要看这道是与不是。你先别急于起来反对，完了他们讲错了，不听，有的人塞住两个耳朵不听，不听就死呗。我可不是带着我自己的见，我自己的观点，也不带着我自己的意见来给你们讲。我给你讲的是主要让我讲的，我就讲。凭着人这嗓子早就应该休息休息了，是不是啊？连讲多少年了，就这么天天天，一开始在网络上讲，网络教会的天天直播，每一天基本上是24小时，休息的时间特别特别少，就能休两三个小时，完了起来还得讲。除吃饭的时间扣掉以外，就天天都在网上。后来一点一点就在陆地上铺开了，是不是啊？神今天要他自己的百姓都能明白救恩，他要万人明白真道，不要有一人沉沦了。你不明白，走来走去你就下滑了，走来走去就像以色列就开始绕圈子了。这一绕圈子完不完？明明是直取迦南的路，咱们今天不是直取叫人哄骗的，这绕一圈那绕一圈，绕来绕去绕得迷糊了，完了不相信了，就这样了。再给他传，行了，你们佛教才八戒，你们十戒，是不是啊？行了，不信了，信累死了，还守十戒，守这些，说的那戒命是我们守的，还是信？我不守，我信死，不靠肉体的，一点也不靠肉体。好不好啊？好好好，什么要让你靠肉体，你就不要凭肉体。你不凭肉体，凭耶稣基督，这担子是轻省的，恶是容易的，
是不是啊？信的恩典轻不轻省啊？恩典不在乎行为就轻省，在乎行为你就累死你。你靠律法靠肉体你就得累死，这样呢上帝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死，不仅仅把我钉死了，把我的肉体钉死，你愿意靠肉体上帝把你钉死了，那么这些律法的规条最后也得钉死，都得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律法耶稣已经完成了，偿还了律法的我们所欠律法的罪债，对不对？偿还完事了，现在我不欠律法的债，也不欠肉体的债，耶稣已经都偿还完了，好不好？就得应当从律法里脱离出来，从肉体里脱离出来，从罪恶里脱出来，是不是啊？从世界中间脱离出来，从黑暗权势下出来，从魔鬼的权势下出来，好不好？不能还在这赖着你不出来呢。有的人好像在那里享受，一说我们现在已经从罪恶里得释放了啊，释放了。你不从罪恶里得释放，你还觉得从罪恶里得释放这件事是一件稀奇的事吗？你们要怎么用你的脑袋怀疑上帝？上帝今天能招你，他说他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有叫他们得荣耀。你相信神能做到吗？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信不信？神能做，你用信心，他用大能，就给你成就。你不用信心，自己来那活，你死劲活吧，你死劲活都不像神，因为你没看见过神。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见过神，他才住在你里面，长大成人，长得满有基督身量，才能活出神的样子，是不是？你根本就活不出来，你活不出来，你还不干？耶稣要替你活，你还想不着你，是不是？你还想不着耶稣，你自己的人来那使劲活，你活不出来的。我再次的跟弟兄姊妹劝说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既然我们今天真正的蒙召了，那就得靠基督，才能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。你的行事为人在肉体里永远对不起招你的主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对得起招我的主。那怎么能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？我要靠肉体不死，肉体行永远对不起招我的主。因为上帝要的标准不是你肉体的标准，乃是基督的标准。唯独基督在你里面活，才能达到父神的标准。好不好？好。同样是讲这段经文，有许多人讲对得起找你的主，都用什么对得起啊？在自己里活着要对得起找你的主，好像他能活出来，你都没看见神，你知道神怎么什么样子什么形象，你能活出来吗？所以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将父神表明出来。那我把父神的独生子接到我心里来，他在我里面长大成人，就把道在肉身中显现，就能把父神的形象和样式活出来。是主活的，不是我活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主帮我活，不是我活的，行不行？行。主帮我死，帮我活，但你得让贤，你得让位，把死的这个权柄让给主，把活也让给主，这样你就不但死了也活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我们的心是天上本物，那就用耶稣基督这个更美的祭物来洁净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。不要多次啊，他一次献你也信你一次就成功，你给多次献干什么？摩西上帝头一次叫他干什么呢？击打磐石，拿杖击打磐石，是不是？第二次叫他吩咐磐石出水，他第二次又拿杖又打一次，表明把耶稣同钉了两次死一样。所以最后耶和华宣告，你只能看一眼迦南地，你进不去，因为你击打磐石两下，击打磐石两下等于证明什么？把耶稣再钉一次
十字架，耶稣只能定一次十字架，就是一呀、啊，我让你打两次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乐吩咐磐石就磐石就出水了，你来个再来一次，主要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涂薄了还不行，还得厚厚的涂。有没有人这么祷告？啥时候有这话呢？哪里有这话呢？圣经里根本就没有这话，这从哪里得来的呢？我就纳闷，有的人就是那个传道人说的，那传道人说的，传道人还眼角还歪嘴呢。你能跟着传道人读，你怎么不看看这查考圣经有没有？你试试找来，有没有这句话？我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就注意这些事情。我听他讲到，我就找圣经，我看圣经哪有这句话。详细的回家，没事就回家看。那时候我干铝合金呢，我信了耶稣之后呢，干铝合金都没心思干了。因为我在剧团里上班，干铝合金的时候，我是在剧团里干的铝合金，因为穷的扛不了了。当时有一在那个有一个有一套壳，他们就乐。我说全世界啊，就中国最穷，全中国呀，就属于吉林最穷，全吉林呐、啊、属通化最穷。全通化属这柳河最穷，全柳河呀，全县只要柳县属这剧团穷，全剧团的属这住许的穷，是不是？在那宿舍住那个住许的宿舍的那些人穷，那全住许的呀，属这我最穷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就穷的是不得了，上那小卖店就总去赊账去，饿的三根肠饿两根半，一个月32块钱，你看一个月挣32块钱，刚进剧团的时候，天天还得翻跟头，天天还得唱戏，还得跑演场，把那水喝的暖壶的水，左一暖壶右一暖壶都喝的，那水都最后那个汗珠掉那地上，真就摔了八瓣。天天得练功，那基本功，天天叫我们练，天天叫我练。最后我寻完了，这练到什么时候为止？都穷死了吗？后来出来干的铝合金，哎，这一出来干铝合金，在我小的时候，9岁时候，神给我一句话。那时候我还没信耶稣，我们家住在那个辽宁呢。神给我一句话：“你上吉林显足多少力量？”我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话，这从瓦房里出来的，我也不懂这是谁跟我说话。后来呢，我一干铝合金，神这句话又出来了：“你上显族都是那里去，哪显族去？有何有显族？很多显族人。”我说：“这不就是显族吗？”后来我就骑着摩托车，感觉到王家屯那地方特别好，正好在城边有一个村落叫王家屯，上那个地方就租了房子了。一租房子，哎，别人也给我传福音。一开始我不信，我还在傍道。我这一傍道，我这当时的春天开花的时候，地都是老黏老黏了的。我这个两个脚就像被绳捆，有一个人这么一拽，我靠，嘡一下，仰面我就朝地，后脑勺就跌地上了，全身的钱夹着全是咱的土。完了之后，我那房我跟我一个邻舍住的，也是租房的，就给我擦，边擦着。别毁谤哦，别毁谤，你不信就不信，你别毁谤。我说我信呐、啊，别人给我传福音说你信耶稣，我说我信。他说你信的神是什么？我说我信的神不是物质的，是灵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。他叫啥名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就是神，神是灵，他造我的。他说你看看圣经，我不看这圣经，圣经人写的，啪就给我拽一下，啪就倒地了，仰面朝天的倒地了。后来后期了，我才一点点看圣经，一点点看圣经，别人讲到基本上，那时候我还没信，但我还看圣经。
我倒要看圣经里这个神是不是我小的时候相信这个神。小的时候意念中间就有一个神，因为经常说话万物都神造的，一看那小动物那眼珠子我就知道有神存在，有神呢，没有神那眼珠怎么会转转呢？经常看，一看那眼珠这是活的，活的肯定有一位神呢。那时候我就相信宇宙不是必然的，而是偶，宇宙不是偶然存在，是必然的。这必然的，那么这宇宙就肯定有一个造物的主。那时候虽然我不认识主，我还反对我妈信的那些迷信的东西，我就相信有一位神。但没想到今天这个神真是我小的时候信的神，他在意念中间告诉我，神的存在，呼召的时候也这么呼召吗？呼召的时候的我经常心里缭绕这句话，后来我就跟神要个凭据，我看你是不是小的时候信的神。有一天他们把我拽到那教会说，你走吧，你上教会给我们教歌去，我们教会年幼的唱歌，推着我就走。我不爱去啊，因为教会的姊妹多弟兄少，我不爱去。上来的音乐家跟我说，我的脸就刷就红了，一看见全是姊妹我的脸就擦就红了。给咱们教歌，我教的第一首歌弹着吉他唱，那第一首歌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白而且红，恩德无量，白而且红，恩德无量，亲爱的主耶稣啊，你名何等，什么是不是啊？就那首歌白而且红，恩德无量。唱完这首歌我心里这么好受的，第一次上教会的，从来也没有去教会的，这一唱完这首歌，这首歌当时我还没有学这首歌，就拿过来，他们把谱放在那里，我就能弹唱，边唱照那谱就唱，唱完了他们就跟学会了，我也学会了，学完了这心里老好受了，老好受。现到晚上就在白天呢，我干铝合金呢，边干铝合金边盼着，快赶紧快到晚上，晚上我聚会呀，他们净晚上聚会，我就盼晚上，怎么还不到晚上？晚上聚会多好，一到晚上乐得不得了，他们跟他们一起上教会去，就开始弹。就跟他们教他们唱歌，我教他们好多的歌曲，以前他们都不会唱的歌，我全都教他们会了。后来呢，那讲道人孙卫星，你怎么不会呀呢？你这王耀浩，你那名就大呗，你那上帝不配你那膝盖一跪呗。我也没跪，我还突然还有个意念，我说这全是老娘们儿啊，我说怎么从这跟这老娘们儿在一起呢？你说我真没有出息啊。干上这里干什么来了？岂不是上帝把我就放在那个地方去，就天天教歌。哎，到晚上怕，我还寻思，这为什么我们住东北那地方聚会呢？隔几天一聚，隔几天一聚。我说这为什么中间还隔几天？天天聚会多好啊！就盼望天天聚会，啥也不干了。我干铝合金的时候我就要吴来玉，你干吧，你帮领。要没有料了，我去进，完了之后你领。我这几天的聚会。刚刚信耶稣，骑着摩托车，大窜一通，这窜一通，那停一会儿，这停一会儿，正火热的时候，最后我就分辨力了。你讲的对错，基本上分辨。我那时候圣经已经看完一遍多了，自己在家看。后来呢，为了要凭据，我上张亚民的活那个工地去揽活，就揽铝合金活。我说张哥，把你的活铝合金活给我呗，给你。我大舅在这等了多长时间呢？等了。七八天了，在这坐等着，就等着要这铝合金活，亲大舅哥要那铝合金活。我说那就算了吧。他说你把电话给我，要行的话我就跟你联系。我把电话给他我就回家，回家等着吧。我回去了我就我看到马太福音，耶稣说我进到你们的内屋，关上你们的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我把这门开开，进那个屋去，改个小门，啪就钻进去了。有我们那东北有炕，跪在那炕一边，跪在那炕，就是炕上，我在那炕，在那炕边上就祷告，跪着六尺的祷告，主啊，把张亚民的活给我。从此以后，我就知道你是我小的时候信的神，你证明一下是我小的时候信的神，我从此你就服侍你了。结果祷告完了就下来了，下来过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张亚民打电话，你来吧，我骑着摩托车就去了。去的时候。这活想咱俩研究研究给你们。我说你大舅子不要吗？我不爱跟亲属办事，亲属办事没有什么好事。你看这事是出于神吗？
咱就证明那是我小的时候心的事。后来就把那活给我了，给我问多钱，我说窗户130，门500，好，就这么给你定下来，就把这活就定下。定完了回来了，我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是我小的时候心的神呐、啊。人说我也不知道这神叫啥名，但我就知道心的神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开始骑着摩托车在街里，心里特别特别敞亮，特别特别像开了花一样，像天，我特别特别蓝，就在我眼睛里头，那天都蓝的不得了，就蓝蓝的一天。我说天像给我开的时候，我就唰把这摩托车开到60迈，跟街里开到60迈，心里特别的温暖，高兴。后来我就开始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就开始详细看圣经，看完圣经我就福音一套那个福音单章，自己设计的福音单章，耶稣基督我们人类从哪来的，罪是怎么起源的。后来我就开始人类为什么犯了罪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写福音单章，一次印10000张，一次印10000张，就放在我那背包里，这么大的斜背包。人家干铝合金，都去干铝合金，他说王一浩疯了，不干铝合金的跑了，到处去传发传单去了，走一个人给你吧，走一个人给你吧，这上大街上，那宗教局来了，说不来了，干什么去？我说我传福音呢，什么玩意儿？我拿来看看。一看，你不知道不能随便发宗教传单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啊，我就知道耶稣叫我传，我就传呐，给我没收了，没收完了之后，我又上那个电脑房，又复印了10000张，又给他发，哎，你们还传呢？我说你不让我传，我控制不了啊，我就得传，因为耶稣这么好，我就得传，就开始就传，就跟着小事挨个周边所有的能够着的，我摩托车能够着的乡村，我全一个挨家走。过年三十那天，那是最好的机会，家里头都在家里过年，所以这时候是好机会，咔咔就往外传，挨家叩门传。后来别人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有要跟我一起传，我说跟我一起传，他们腿脚不好，那王树臣告诉他，你在前面走啊，我在你后边，我腿脚不好，狗出来咬先咬你。我说神不让他咬，他也张不开嘴。后来就这么传，也没少挨骂。有一天上那个叫四道沟那个地方，这是一个神迹，我传道的时候遇见的神迹，在传福音中间遇见神迹。一个老太太说，小伙子你信耶稣吗？我说我信耶稣。他说我也想信。我说你家不拜偶像吗？我不想拜偶像的，我要信耶稣，你把我这偶像给我扔了吧，给我折腾完了。我说你真信假信？我说真信。真信跟我一起祷告，咱俩你就跟我一起信耶稣，我就给你扔。你要不信耶稣，不祷告，我不给你信。他说好，我也信，咱们俩一起祷告。我就领他做了决志祷告，做完决志祷告了，我就把偶像拿走了。他的儿子回来就找这偶像，哎，偶像哪去了？那佛像哪去了？那保咱们家的佛像哪？他说被人扔了，我让扔的。那老太太说，那儿子说不行，你凭什么给扔了？我弄回去，就找我的，正好我在卖电脑。他去那，他还没说话，他啪着一拳，一手就一下把我眼睛打了，整个是乌眼睛，眼睛肿的老高老高。我这就骑着一个手骑摩托车，一个手往回走。回到家里头，这眼睛肿的喵，边祷告，主啊，我这眼睛是为你的名而被打的。当时我妻子说，你的那个眼睛怎么的了？我说没有什么，我眼睛咋也没咋地。那你捂着干什么？我说没事，我就洗一下就好了。我上厨房呢，把凉水放在那盆里，是夏天嘛。完了之后，我主啊，这眼睛是你的，你要这些不要这眼睛好，别人我这一个把松开手，别人就看见，我就拿凉水在这一洗，唰就掉盆里，是墨水，就把眼睛那个清的墨水掉到盆里。我再一照镜子，眼珠也不红了，眼皮也不清了。这是我在主的面前得到的上帝给我看见这个神迹。为主的缘故就出现这么一个现象。这出来了，你刚才捂眼睛干什么？我说没事啊，
不能告诉他，不能告诉他我那个别人打我一巴掌，打我一拳，把我的拳给把我的眼睛给我打，就要面色。而中间我也遇见了很多神跟我借着我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迹，行了许多的神迹，所以我越传越心里越高兴。最后呢，我就忘记了主呼召我。后来呢，我还在连干旅和景连传福音，干旅和景空间就是传福音，在这两当之间，主不希望一个人侍奉两个主，所以主就跟我一句话说：“放下你手上的工作，人是赚的全世界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？”那个时候呢，我对这句话不是很印象不是很深的，放下手上工作，我老婆孩子谁养啊？我当时我就纳闷，我这老婆孩子谁养啊？完了我进屋了，没理。完了之后进屋了，到那个厨房里头，又一句话来，正好干旅和金呢，又一句话来：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门，锈坏也要三贼挖窟窿来偷。那一段时间就开始，就贼总偷我家的旅和金头。旅和金头一共那是干工程的，那旅和金头好几万块钱的旅和金头放在家都被人掏光了。我白天去传福音传，晚上就被人掏光，所以耶稣说有贼挖窟窿来偷，我就想起这句话。我说主啊，我放着下，挣扎了好长时间放下，放下现在就捡不回来了。县政府那个办公室主任就给我打电话：“你回来吧，给你揽个活，塑钢活。”我说我不干了。他就开始从那个地方就开始对我印象就不好了。这王一浩是不干不务正业了。疯了，我们的临时都说王一浩疯了。你看剧团好好的不干，去干旅客厅，旅客厅干的挺好的，也扔了去传道去了。每个人一生要干什么都不是我自己说了算的，都是主说了算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看希伯来书。这里面说第二十五节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他不是多次献上，不是将自己多次献上，你现在说是多次是一次，是一次献就成全到永远，还是多次献？一次献。你可别主啊，你再来一次，千万别再来一次啊，千万别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等于轻慢耶稣的血。往下看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，大祭司是一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到圣所里头。如果这样，耶稣也像他那样，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。耶稣不是多献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耶稣除掉罪，你信不信？信。你的罪被除掉了吗？耶稣献祭除你罪，来应用在我身上。耶稣献祭除我罪了。耶稣献祭除我罪了。耶稣的十字架除我罪了，耶稣的十字架除我罪了，这么除罪，不要我自己除罪，我对不对？你怎么对我？有没有讲对不对的？有。我没有编呐，你问他怎么对不对，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怎么对付。圣经有叫你对不对吗？叫你相信耶稣一次献祭除掉我罪，就一次就除掉了。承不承认？好，除掉病，按照定命就一次啊！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因为你有一死，耶稣用一死抵了这一死，能不能抵上？抵上了，他用一死抵你一死就抵上了，你得信，你不信他抵完了跟你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再往下看，像这样。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多少人？多人的，多人是多少？看约翰一书，多人有多少？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，找到没有？多是多少？咱们看看这多人到底是多少。第二节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
也是为普天下世人罪。在旧约里没有挽回祭这三个字儿，没有挽回祭这个祭，不信你找，旧约里没有挽回祭，唯独新约里有挽回祭。因为旧约里没成功，新约旧约神用以色列人犯罪这件事情，用牛羊献祭看能不能除掉罪，没除掉罪，耶稣才来挽回的。旧约叫赎罪祭、赎愆祭、举祭、摇祭和平安祭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还有素祭，就没有挽回祭。新约里有挽回祭，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挽回祭，给谁献的呢？给谁献的？第二节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世人的罪。为普天下世人的罪，他不信了才定他是罪的。耶稣献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如果世人不信，得不得定罪？耶稣献祭有没有他的份儿？有。犹大有没有使徒的份儿？有。定不定罪？不。犹大不定罪吗？啊，犹大不信，耶稣说他从起头就不信，定不定罪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怎么能不定罪呢？也就是犹大卖主有功了。要不叫他卖主，耶稣还不能定死价。他卖不卖耶稣都定死价。耶稣说人子固然要死，受死了，然而卖主人子的人是有祸的。有人这么以为，那你说犹大要不卖主，耶稣能定死价吗？耶稣不定死价，我们的罪能被担去吗？傻不傻？傻呀！他理解圣经，他理解的就不对，还把犹大给设为一个功劳，在功劳簿上呢，是不是？犹大卖主有祸了，没有功，是不是？起初，耶稣献这个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献的，他是为普天下所有世人献的。这时候开，是不是、啊、那方舟不是单为挪亚一家八口人造的，而是为普天下人造的。谁进去谁得救，但有不进去，神知道你不进去，所以把方舟设立的小一点，知道你不进去，肯定你不能进去。神早早就知道，早早就预定，这叫先知在预定，是不是、啊、神提前就知道了，谁不信，谁属魔鬼的，谁属神的。我们从创始以来就是属魔鬼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我们从创世纪以前就是属神的，对不对？犹大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属魔鬼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是魔鬼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啊。希伯来书，还是希伯来书啊。像这样，基督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献，谁等候谁无罪了。下面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。你现在与罪有没有关？现在你要是与罪继续有关了，第二次耶稣显现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进天国的机会了。这样你们说与罪无关了，因为为什么与罪无关？因为我从罪里得释放了，因为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，因为神不定我罪了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，因为耶稣一次被献就担当了我的罪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洗净了我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一次献祭，别叫他得以成圣的人就永远完全了，是不是啊？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向谁显现？向等候他的人显现。现在并与罪无关的，第二次显现，今天耶稣基督今天晚上要显现的，你与罪有没有关呢？你还是与罪有关，是与罪无关了？无关。无关了才等等候耶稣，有关你等候耶稣吓人。耶稣再来，谁与罪有关你就吓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再往下看，第十章，第一节，律法
既是江南美食的影儿，不是那本物的真相。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线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律法不能叫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遭人止住？律法止不住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不能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原因，牛羊是影子，基督的身体是实体。基督的身体能除罪，牛羊的身体不能除罪。所以因此呢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线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进前来的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经止住了？不然就止住了。因为礼拜的人良心具备洁净，就不再觉得什么那牛羊血不能除罪。你要良心真被洁净了，就不再觉得有罪。现在良心洁没洁净啊？洁净了。什么时候洁净的？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吗？洗不洗净？洗净的人和没洗净的人，什么啊？什么区别？做人不好擦。洗净的人和没洗净的人区别在哪里？洗净的人区别的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被洗净了，一个人没被洗净了？良心洁没洁净，从哪能够看出来？一个人天天觉得有罪，良心洁没洁净？我总感觉到有罪，这感觉到有罪，觉得有罪是谁告诉他有罪的？觉得有罪的，这里有明说良心在被洁净，不再觉得有罪，他觉得有罪。还有一部分良心洁净，不再觉得有罪的。一部分人觉得有罪，一部分人觉得没有罪。良心没被洁净的人觉得有罪，良心觉得已经被洗净的人，他就觉得无罪了，不感觉到有罪了，是不是啊？良心没洗净的人觉得有罪，良心洗净的人就不觉得有罪了。有两个感觉，良心被洗净里边总有控告。什么控告呢？有控告的声音，总感觉自己有罪。这就说明他没有凭信心相信我的耶稣基督血已经洗净我的良心。十四节洗净良心，第十章一节就告诉良心再去洁净了，不再觉得有罪了。原因是因为良心被洗净的人，活在良心控告中间，活在律法控告中间，是不是啊？总觉得有罪，对不对啊？总觉得自己有罪。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有罪呢？因为律法是叫他知罪的。什么时候亚当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？谁告诉他的？耶和华问他说，你怎么知道你吃成肉体的？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的果子？神在旧约里头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在新约里不让人去守律法。分别善恶树果子和律法的功用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明天将会讲这个地方。真正得平安的人是从律法里边释放的，从罪里边释放，从律法里边释放的，不在罪里边也不在律法下的人，这个人才真正的得到平安了，是不是？没在魔鬼的权下，在罪里魔鬼就跟你有关，所以一谈到罪的问题就涉及到律法的问题，一谈到罪的问题，凡犯罪的是属魔鬼的，就提到魔鬼的问题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是属神的，不属魔鬼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属神的，不属魔鬼的。那么谈到平安的问题，表明我们已经从罪里得释放，不在罪里的。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我不在罪里的。现在有两部分人，一部分人是没信耶稣的时候，
你说你是罪人，他说你才是罪人呐，摔死也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像犹太人一样，说死也不承认自己是罪人。还有一个极端，教会已经分分别为圣的，自称是信耶稣的人，你说信耶稣就成义，你才成义了呢，说死也不承认自己是义人。一人好，罪人好，一人好，一人进天国，罪人进天国，一人。那现在为什么人家死了也不承认了？谁敢说谁成义啊？谁要说谁成义，那叫自高自大。谁敢说你不犯罪的，他就会这么说。在哪里了？在肉体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律法里，在恩典里，在旧约里，在新约里，他是在旧约，在新约，这种人在旧约里头呢，在旧人里，在新人里啊，他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了吗？罪神灭绝了吗？没有。他在哪里活着？在我里活着。所以有两部分极端的人，一部分是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，就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他是不是罪人？是罪人，说啥也不信耶稣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就那些信耶稣的，口称为信耶稣，宗教徒，说啥也不承认自己是罪，是义人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两部分人？就这两部分人是最可怕的。魔鬼就用这，你看魔鬼就用这两种办法对两部分人。魔鬼对那些世界上的人，就叫你没罪，你是好人，你良心最好了，好像你不接受耶稣，因为你要不是罪人，你没办法接受耶稣了。耶稣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的，这样说啥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这样就永远不能得救。这是魔鬼在社会中间对世人一种方法，一种手段。到教会来信了耶稣，魔鬼告诉你永远是罪人，你看你犯罪呢，永远是罪人，可别相信在罪上死了，没在罪上死，你还在罪上活着，你永远是罪人。这是对那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叫他糊涂信。到教会的人就糊涂信，魔鬼想方设法叫你跟罪有关。圣经说你跟罪已经无关了，耶稣第一次来是拯救与罪有关的人，第二次来是拯救与罪无关的人，对不对呀？对。那你现在还跟罪有关，耶稣来有你的份吗？有没有？有。还是跟罪有关，耶稣来有你份吗？有。我还仍旧是罪人。现在就是有许多人的解释圣经的前后不搭调，过去是，现在是和将来是没搞清楚。我们从前是罪人，现在还是罪人吗？不是。他把从前和现在给混淆在一起了。你看我现在一说那句话，约翰一书就拿出来了。你看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。你看这，凡是找我交通的人，100%是交通罪，没有一个是交通其他的问题，都是罪这个地方。怎么强辩也强辩是罪人，不是义人。100%的，凡来交通的人，你不用问他，你不用问他，肯定约翰一书1:8。再来一个人，还是约翰一书1:8。再来问题，还是关乎罪的问题，没有一个是一心诚意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再看啊，都是关乎罪的问题啊。罗马书第5:12。
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亚当犯罪，亚当把罪引到世界，先解决这个问题。等一会儿呢，你自己那个恶行呢，上帝说行了，你不用埋怨上帝了，有地方埋怨亚当，亚当啊，你要不犯罪，你说我们今天能成为罪人吗？神说你不用发怨言了，那你说我们也没犯罪，亚当犯罪，为什么就定我们罪？上帝说行，不要发怨言了，我现在借着我的儿子死赎你的罪，下面不按照你的行为待你，跟你信，跟你设什么的约呢？信的约，好不好？不爱行了，我不纠察你们的罪钱，不纪念你们的罪钱和你们的过犯，行不行？你不要埋怨了，我现在跟你定信的约，你看能不能信得来？我跟你定立新约，你不埋怨亚当没行好吗？我现在不跟你立行的约了，你的行为我不纠察，不在乎行为了。咱俩就立信的约，看你能不能守住这一约，看你能不能像亚当似的背离了这个信的约，又跑到行为里头，行不行？所以上帝现在跟我们立的是什么的约呢？信的约。从前旧约立的是什么约呢？行的约。你埋怨亚当因为没行好，吃了分别善恶树果，上帝说好了，我不在乎你的行为，我现在立信的约，不在乎行为啊。咱们先看几节经文，十二节，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。我怎么死的？是因为罪是从亚当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临到我了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耶稣基督今天就照着在十字架所受的死赎了你的罪，现在就不在乎你的行为了，行不行？咱俩立新的约，不在乎你的行为了，我看你能不能在这新的约上站立得住。你要站立不住，你就别埋怨亚当没行好，你就别埋怨亚当怎么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叫我成为罪人了，你就没有资格再埋怨别人。上帝现在看谁能在信上站立着，不在行为里。哎，在行的时候，要求行为的时候，人没守住行为。现在不要求行为，要求信的时候，人还守不住这个信，又从信里就跳到哪里去了？完了，你跟亚当一模一样的。你要没在这上守住，没在信上建立章程，你就等于犯了起初亚当吃分别善恶树果这件事，叫他守律法，他守不住。现在不用守律法，先信，他还不去信，还又回到跑到手里，因为这人真怪，怪不怪？太奇怪了！我有的人我就发现他太奇怪了，叫他手头还守不住，肉体软弱守不住，叫他不用守了信，他又跑行为里头去了。好，咱们看啊，看几段经文，第十三节，没有律法之前，罪已经在世上。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了。为什么从亚当到摩西死做了？因为从亚当有一条诫命，摩西有多条？10条。后来又颁布613条，因此死就做了王了。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，就是权势下。没犯罪，亚当一个人犯罪就在他权下。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哪个大？过犯不如是什么？是过犯大是恩赐大？不如是什么意思？不如是比不上的意思，是赶不上的意思。过犯没有恩赐大，现在高举过犯的人多不多？多。高举罪，你要说现在你已经无罪了，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你，使你脱离罪恶死的命，你敢那么说？你这么说，你这一端，把这一端就端的变成一单了。你这一单，你敢？你看不看？他注重的是过犯，注重的是恩赐啊。过犯。谁说过犯不如恩赐啊？
你说什么？过犯比恩赐大，你注重过犯，你可以不注重耶稣的恩赐，但你要注重过犯。背不背你呀、啊？背你。叫他行行不好，叫他信不注重过犯了，叫你信，信不就信的人你不定罪了。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。叫你在信上见，来，不定罪了，不在乎行为了，不纠缠罪哥，不纠缠你的罪钱了，不在乎人的行为了，即使出冤点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还会往哪里跑？信上跑。神就看看每个人都一样，不用埋怨亚当。把你放在伊甸园，你比亚当时间还快，是吧？别埋怨亚当啊！你要不吃番茄上树，我们怎么能成为罪人呢？没把你放掉，放下你第一个先吃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那律法就跟分别上树果一样，分别上树果叫人知道善恶的，那律法也叫人知罪的。有的人叫他信，他为什么跑律法去知罪？他觉得知罪这件事是好事，而耶稣却是不知罪的。不知罪好是知罪好？不知罪好。明天我会讲的，这样孩子不知罪，犯了法了，法院你没有权利判他，对不对？孩子做多大坏事你都不能，法院都不能对孩子，法律对孩子是吧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，处理不了他的，因为他是孩子，他孩子不在法律内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法律有权保护他，法律没有权利判决他，这就叫法律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。孩子你个八流光，他不知道羞臊，大人八流光你还知道善恶了，马上就知道善恶，这就叫亚当给你留的善恶的根。耶稣就八流光不知道羞臊，没有羞臊感，你八流光有羞臊感，因为你是亚当的后代，耶稣基督是不是亚当的后代，没有羞臊感，不知善恶的。我查那段经文看不看到神使那无罪的原文做不知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的，没吃分别善恶树果，所以说不知道羞臊。八流光要这个不知罪的代替你的罪呀，你才能得活呀。你是个吃分别善恶树果的人，已经知罪的人了，所以你得死啊，是不是啊？神使他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什么？保罗说，你们在心智上做什么？啊，心智在恶事上要做什么？婴孩，婴孩，你看他恶事上他不懂什么，他不是没有恶，他也有贪心，但是他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他不知道羞臊，他没有羞耻。你有羞耻，所以你被定罪了。有羞耻的人再犯了就被定罪了，没有羞耻的人犯了主也不定，那就被罚，罪就不算罪了。有了律法罪就算罪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森林法砍一棵树就不算罪了，有了森林法砍一棵树就算罪了。没有交通法，走到那个十字路口呢，不要想红绿灯的事，你没有交通法，有了交通法再走十字路口那地方就得想到红绿灯的事了，对不对呀？好，往前看啊，第十五节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比不上恩赐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呢？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加倍的是多少？赏赐是加倍，过半是一个，赏赐是加倍的，翻倍的给你。你有十个过半，给你二十个恩赐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就叫什么呢？恩典。没有过半的人不给他恩赐，有过半的人有一个过半给你多少？这叫因信称义。有过半，有十个过半给你多少个恩赐？加倍的临到众人，对不对？往下再看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？
人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，又说不如恩赐了。过犯不如恩赐，对不对？对，恩赐比过犯大，高举恩赐不高举过犯，因为耶稣基督来已经把恩已经把过犯已经处理掉了，耶稣能把过犯处理掉，你高举谁？所以保罗在我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。耶稣也说，人子被举起来就被吸引万人归向主。现在教会举的是什么？举的是罪。在网上可以搜，两个女人抬两个妇人抬一个妇人，高举什么？高举的是罪恶，正现在末后时期的写照了。高举的是罪恶，不高举的是救恩。抬到斯拿地，表面进到挪亚后裔那个地方去建巴别塔那地方。高举的是罪恶，给罪恶建基过程呢，完不完呢？撒加利亚书那里头就有那一段经文，就是两个女人抬一个女人，那女人就是罪恶，那两个女人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，犹大和以色列都是女人，他们抬的是什么？我看世人都犯了罪，代表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注意往下看啊。第十六节，因一依然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，也不如恩赐，就告诉你不如恩赐啊！原来审判是由一人定罪的，你将来受审判，你不把一人这件事处理掉，你将来是受审判的对象。亚当一人犯罪，你没理，你跑到我自己里边，我今天犯什么就醒啥都醒啥这个事儿。你不信，你注意看，那些警察罪的都警察什么？上了坟墓里埋葬的，上了坟墓里把什么捞出来了？把那埋葬那个大肉体捞出来，住在里头，住在里开始警察，警察什么？警察我肉体犯什么罪？从来没警察上去说，一人审判是由一人定罪的，一人一次过犯定罪，这件事重没注重？亚当一次犯罪你就死了，是不是啊？他这一次过犯你不脱离，今天你醒察的是无关紧要的。亚当这一次过犯是立约的，上帝将来按约定罪。你不解决约的问题，你去解决我肉体过犯，肉体过犯最后埋上就完事儿了呗。先把这个离开这个违约的，这叫亚当违约，带领你这个罪先解决了。人都不这么处理，处理的是什么？死人，把这死人天天就醒察，就死人去洗这死人，洗活了干什么？洗活了犯罪呗，犯罪干什么？犯罪用耶稣宝血洗呗。你看这傻瓜，你以为没有这样傻瓜吗？有没有？有。圣经告诉他的过犯不如恩赐，他去弄过犯弄出来，天天醒察这个过犯不如恩赐这个。过犯给忽略了，他就醒察的过犯去；恩赐忽略了，醒察过犯，是不是啊？主的恩赐给他了，他忽略救恩，他去醒察肉体的过犯，肉体过犯用你醒察，啊？你注意往下看啊。第十六节，原来审判是由一人定罪，恩赐什么叫恩赐？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。谁问你什么叫恩赐？你告诉恩赐就是有许多过犯，有许多多少过犯，干什么呢？恩赐乃是有，谁问你什么叫恩赐？你告诉他什么叫恩赐，就是我有许多过犯，神也称我为义了。原因因为神定罪是按照亚当一次过犯违约那件事定罪的，不是按照我的过犯定罪的，所以我有过犯，上帝不是按照我的过犯。无过犯的人不是称义的标准，有过犯的人不是定罪的标准。记住这句话了吗？记住了。你为什么允许过犯还能成立？因为上帝今天立的约不是用你的过犯立的约，是跟亚当立的吃分别三恶之果这件事，吃分别善恶果，是不是？嗯。上帝跟亚当立的是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什么善恶果这件事立的约，你违背了这个约，
就死。你有许多过犯就不能死，约这个死，你什么都做好了，就是不信耶稣你死定了。新约里头你就不信耶稣，就拒绝耶稣，你死定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过犯都没有，其他过犯都没有，你就吃了分别三个是我的，你死定了。这是约，上帝立的约。现在人注重许多过犯呢，还是注重约的问题？全天下教会的挨个提出来，各个教会都叫出来的，是注重肉体的人过犯，还是注重上帝跟地的约？新旧两约就在这个书上就直接写出新旧两约。为什么叫旧约？为什么叫新约？亚当在旧约里死了，我们在新约里活了，是不是？在新约，在基督这个约里头，我不违约，我有许多过犯也定也被称义了。我违了约，我没有过犯也被定罪。亚当这一次过犯之后，你喝一壶的，你信不信？亚当这一次过犯叫你下18层地狱，100层地狱都下去了。这是一个跟上帝立约的问题，上帝按约定罪，按约称义，不是按照你的过犯称义，所以有许多过犯也被称义了。为什么我有过犯被称义？是因为上帝不是按过犯待我的，上帝是按亚当一次违约这件事待我的。我这件事没解决，亚当吃分别上树果，在我身上这个罪没解决，只要解决了，上帝说只要把这个解决了，新约的约解决了，这个约亚当这个罪解决了，下面就说什么？不在乎你的罪前和你的过犯了，不再纪念你的罪前和过犯了，我不再纪念了，不纠缠了，不算了，即使说哎，你也不在乎人的行为了。这样的经文多不多？多呀，我那个小子一大堆呀。你只要遵守约了，现在上帝看你的肉体是死的，虽然有过犯，上帝看你的肉体是死，已经跟基督同死了，是不是啊？有许多过犯成不成义？约问题没解决，没有过犯定不定罪？定罪。连这一点的看不出火候吗？啊，看不出火候吗？打铁的把鼻子烧掉了，你说看不看火？啊，那铁匠爬上爬上，人打一下把鼻子烧掉了，你说他这鼻子得靠近火得多近呐？看不上火候，看不上神定罪，到底还什么定罪？啊，重要的忽略了。大缸撒油满地去捡尸吗？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大缸把我油推倒了，你撒了，完了去捡什么？耶稣说什么？骆驼他就吞金，忙里头你缺什么？溢出来了。这个大的污秽他没解决，他就解决什么？过犯，过犯小的东西，这是小的东西，所以有许多也不被定罪了，上帝掩面不看呐。因为有些时候在十字架已经死了，你就算死了。在上帝眼里，一人击飞众人死，这些在过犯上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理呀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最后你分开了一讲，分别三书、生命书分开讲，旧约、新约分开讲，一下明白了。明白你就欢喜跳跃，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能遇到真正平安了。没明白的假平安。天天喊着来吧，上教会来，主医治，医治什么？就医治这大肚皮，这肚皮呀、啊。要医治什么？就医治这个，都医治大肚皮，是不是啊？医治完你哪有平安？这个问题没解决，里边这生命的问题没解决，亚当给你留这个致死的罪没解决，你去解决什么？不能叫人死，这就约翰一书说不至于死的罪，这罪不能叫人死人，因为神不算了，这叫不至于死的罪。听清楚了吗？看见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五章的地性犯了不至于死，16节是吧？地性犯了不至于，什么叫不至于死的？有许多过犯的罪被你看见了，你要遮掩，这件罪不能遮掩，
这个罪死的罪，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从亚当的罪里脱离出来，那就罪死的罪，对不对呀？这许多过犯上帝不定罪了，也称义了，这叫不至于死的罪，是不是啊？行为里的罪是不至于死的罪，是上帝不算罪的罪，违约的罪是致死的罪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好，还得一场闭幕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感谢你。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，感谢你。感谢你设立的救法，使我们这群该死该灭亡的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。从前在罪上死，今天在基督耶稣里在义上活。从前在亚当上死，今天在基督上活。从前在旧约里死，今天在新约里活。从前因律法而死了，今天因恩典而活了。主，你必将你的恩典丰富地临到这里的每一个百姓。你重价宝血所买来的一群人，主，你今天必要教他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救恩奥秘，引导众弟兄姊妹的心窍得以开启，使他们都能走上正路上，使他们都能凭着信心仰望主你的救恩。求你来帮助这里的教会，使这里的教会能够蓬勃的发展，引导众弟兄姊妹的心灵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享永远的荣耀。求你来帮助这几天的聚会，你按照你自己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，托起我们的敬拜和侍奉，除去一切的拦阻，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，使我们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训诲，带领更多的人到这里来听信主你的天国的真道，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感谢。